咱们今天的视频呢是个纠错视频，目前我们眼前这件展品呢，当时讲解的时候只查阅了博物馆的资料，博物馆的资料表明这是一个 crossbow 的飞艇，而且是 N 的飞艇，按照字面意思的理解呢，直接就翻译成了呢弩的把手。其实呢，经过了下一步的资料的细判，还有呢网友呢热心的指出，才发现呢这应该是在古代战车上面，在战车的车厢前面靠近马匹的地方呢装上这么两个部件，把弩啊放在上面，所以呢这个东西的名字呢又叫弩托。给大家带来错误的信息呢，再次向大家诚挚的道歉，我们会不断的学习提高自己。会觉得